训练营午餐，妹，我来了。来了什么？嗯，微笑是，把我放在这个前面，不要放在这边，放在这个嘴这儿。这儿。对对对对对。真好看。是吧？我也觉得好看。然后虾的话，帮我放在这个嘴角，这边这个嘴角。啊，行，再来一个吧。今儿咋吃这点儿啊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不像你风格呀。是吧？我今天少吃点，放这儿，放这个小的里边，这个小的里边，这个，对，这就放这个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这点也够了。然后这个少来一点吧。那个地方我要留着的。那个眼睛我要留着的，那你放这吧，放这吧，没事。下次提前说。啊，行，下次我提前说。然后豆腐我要放在这儿吧。放在哪？豆腐放在这儿。这儿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太绝了，这。好，橙子我要一个，然后你帮我把这个眼睛给遮起来。好的。好。要不你帮我拿出来吧，我不遮眼睛了，放在这个交界处。中间，哎，对，好，谢谢妹，汤就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宝子们开饭了，简简单单吃一点点。